学问访谈，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中药材盐胡索被解禁。是，其实已经在本地禁用了23年的中药材盐胡索呢，以及含有盐胡索乙素的中成药，会是在今年的6月份被解禁。盐胡索是一个怎么样的药材呢？中医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给病人服用？什么人不适合使用这种药材？而且其实除了盐胡索之外，一般上我们到底在服用中药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尤其是哦，如果想要搭配西药使用的话呢，有哪些禁忌？马上欢迎两位嘉宾。我们欢迎卫生科学局医疗保健产品管理司资深顾问于贤冠先生。于贤好。还有中医师郭美玲。郭医师你好。郭医师好，欢迎。好，我们先首先请教一下于先生，我们这个盐胡索当初是为什么会被禁？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要解禁？对，就在1994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科学刊物，就有一些报道起，就是有关病人服用止痛药导致他的肝损伤。所以我们他们调查的结果呢，是他肝损伤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止痛药里面呢有一个化学成分，这是一个成分，它的英文名字叫 tetrahydropalmitin， 它就是 THP， 另外一华文名字叫做盐胡索乙素。所以呢，因为那件事情呢，在1995年卫生部经过咨询之后呢，新加坡的卫生部经过咨询后决定呢，把这个药产品呢含有盐胡索乙素就 THP 的都把它列入毒药法令，就是不准它进口销售。那个盐胡索呢就是含有这个 THP， 所以它也被盐胡索乙素，所以它跟这个西药本身含有一样的成分。对，那我们现在解禁的原因是什么？解禁原因是因为近年来我们不时都有看那个被禁的药，然后看在调整，因为整个科学的发展，而且本地的形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中医药界都有非常好的沟通，所以他们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盐胡索这个药呢，在止痛方面，在活血方面，在行气方面很有用。所以我们更深入的那个了解之后呢，而且现在是因为我们新加坡管理中医药的那个行业呢，也比较上了一坎呢、比较权威一些，也上了比较一个阶段，就是中医师呢，我们现在新加坡中医师全部都被注册了，我们的中成药呢，我们也必须经过登记过后才可以上市，还有我们的中药陈业员呢，就是好像药材店的那些掌柜啊，他们也受过一些培训了。所以整个情形之下呢，卫生科学局跟那个我们的那个专家团在探讨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可以就是把盐胡索和中成药含有 THP 的含量呢都可以把它解禁。不过解禁之后呢，不一定，不是讲那个产品就立刻可以上市。解禁之后呢，就是你如果要进口这些产品的话，它也必须经过我程序，就是全部中成药必须经过我们的登记。登记的时候，我们会检讨它的品质，还有它的安全性。而且如果中成药里面含有这个 THP 呢，我们有特别的要求，就是我们限定它每天的用量不可以超过19毫克，所以这个拿捏就非常的重要了。对，那比方说这个解禁的决定呢，对我们的这个病人或者中医界来说，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郭医师，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了。但我们是中医来讲是非常欢迎，这个解禁的，因为它可以加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来给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这个盐胡索它是一个活血，然后可以止痛的功效。那目前为止，就是为什么它这么特别，一定要使用盐胡索效果会比较好？不是，应该这么说吧，盐胡索这个药比较特别，它是我们说它是有行，我们刚才讲了活血、行气跟止疼。那么《本草纲目》李时珍就特别强调说，它又可以活血，又可以行气，所以它可以治疗一身上下的疼痛。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中医还是要辨证论治的。所以虽然它有止疼的功效，可是中医在治疗疼痛这方面，我们更重视是为什么你会痛。
而不是纯粹止痛，因为止痛就是治标而已嘛，你不能够找到它的原因，为什么它疼痛。所以我们会很强调，在用盐胡索这个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辨证论治，它是哪一类型的疼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们一定会作为一个搭配把它加以治疗，而不会说单独用盐胡索一个药来加以治疗，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找到症结的时候才能够对症下药。是的。那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才可以安全服用呢？如果以我们中医来讲了，是第一个，如果这个人没有气滞血瘀的症状，然后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我们是不建议用嘛，因为他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功效。第二个就是你用在我们不要过量，因为在中医来讲，他有他每一天该用的量，这个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就是不要过量，还有你没有疼痛，不要拿来当预防来吃哈、哦，他没有疼痛，没有淤血症状，不要用它。是是。另外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用盐胡索的时候，就是中成药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消费者有没有肝病。正如我们的郭医师所讲的，还有用病的用药的那个时间会太长，不会长期用。所以身体会代谢不掉，是不是？因为如果长期有病痛，要吃盐胡索的话，正如郭医师所说的，应该去找一下医生或者是医师，问问一下病情到底是什么样。对，因为其实中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很看个人的体质而定了。那中药材有这么多林林总总，请问我们怎么判定说有哪一些中药材在本地是不适合售卖的？一般中药材在新加坡的管理方面呢，就是一般中药材。我们是不需要登记或者要有一个认证才我们才可以批，一般中药材都可以在市面上销售，他们一般都是可以安全服用，如果他是根据他中药的理论，中医药的理论，而且适量的服用，他们是可以服用抓药的成分啊。不过呢，如果中药材里头含有一些有毒的成分，我们卫生科学局已经把它列入毒药法令，好像是现在的好像砒霜啊或者雄黄之类比较剧毒的，我们都把它列入在那个毒药法令，就暂时不可以使用了。是，像我们回来再把这个扩张来看吧，这个盐胡索我们在服用，那一般我们在服用这个中药材的时候呢，郭医师，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的一些准则呢？你是指纯粹指盐胡索，还是指所有的中药材？其实我一直觉得中药材，我们中医师也有一个困扰在这里，因为西药有些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不可以乱吃，因为他们知道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如果你吃的不对的话，那很多人也认为中药材也可以随便吃，很多人告诉我它是天然的，然后它也是可以吃，可是我往往要跟很多人讲，天然的东西也有毒的，它不一定是 organic 就好，对，不是一定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也经常会跟我很多病人或者我在讲座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们，最好尽量不要自己胡乱去听网络啦，听朋友啦，祖传秘方啦，某某东西，然后自己胡乱买来吃，因为它还是药，虽然是中药它还是药，所以最好的话还是让中医师来去判断，因为中医师他们受过训练，他知道什么药是可以长期吃，什么药不能够长期吃，还有哪一种对病人是最好的。那中药跟西药可以混合在一起吃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那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固定的答案。那我但是我有一个，像我只能够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吧，或者是安全范围啦。通常我会问，就是说我们会考虑到会不会这两个药都有共同的功效。譬如说你现在可能在吃止痛药，然后你又找中医的止痛，那可能就是过量了，或者是说有的人他们很喜欢说我在吃 antibiotic 的时候，然后我还是很痛，我又就在中医再吃点凉的东西，那可能两个又过了。那这样子，如果说我真的希望可能感冒这件事情，我可能用西医来止住这个鼻涕，然后我用中医来调理，这样子我是不是需要特别跟中医师讲？一定要。如果说你有在吃什么，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不管看中医也好，看西医好，你最好告诉他们你目前在服用什么药啊，你有什么病，他有什么病也要讲啊。有时候你不讲，比如刚才提到于先生提到的说他有肝炎，他不说，那病人可能中医师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他说了，他就会更加注意在这方面。除了慢性病一定要讲，还有哪些身体状况一定要自己报告？可能就是说慢性病是最重要的啦，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在吃服用什么药，还有现在最好你把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讲出来。我们有的病人很可爱，他会觉得说某一个症状是很重要的，我就跟你讲这。
这些，然后等到我认为好了以后再跟你讲别的。但是可是这个对中医的辨证是不利的，从头到脚全部都报告到完，这是最好的方法。那么由病由医师来去做决定，哪一个是关键的？谢谢两位分享，谢谢。我们了解了这个药物的特性啊，才能够做出相对的选择，对症下药。是，当然我想各位对很多人来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一场音乐的响宴呢，也可以让身心得到安慰。本地歌手董子健将首次联合鼎艺团呢打造一个独树一格的新春音乐会，我们马上来欢迎董子健和鼎艺团的指挥黄德利。大家好，我是董子健。大家好，我是黄德利，鼎艺团的助理指挥。请锁定待会儿为你们带来的现场演奏。